康熙晚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九子夺嫡事件，康熙的九位成年皇子参与到皇位争夺战中，同时也形成了几大党派。这九位成年的皇子分别为大哥胤禛、二阿哥胤仁、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祀、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额、十三阿哥胤祥和十四阿哥胤体。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老四胤禛胜出，成为大清朝下一任皇帝。 那么，如果按照出身来看，胤禛真,真的就是身份最高贵的一个吗？显然不是，因为太子胤禛的身份是最高的。那么，这九位皇子的出身高低该如何排序呢？本期大学士就从四个维度跟各位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呢，说说康熙后宫妃子的等级制度。清朝入关后，清朝的后妃制度到康熙时期才基本上完善。这套制度给后宫的妃子们指定了尊卑排序。 一共分为九个等级，分别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庶妃、常在、答应。其中皇后为后宫之首，仅设一位；皇贵妃为后宫地位等级第二位，也设一位；贵妃位列第三等，设两位。之后的妃设四人，嫔设六人。在之后的贵人、庶妃、常在、答应就没有具体的人数规定了，按照皇帝的心情来定。 康熙帝一生拥有六十五位后妃，四位皇后，三位皇贵妃，一位贵妃，十一妃，十品，十四贵人，四庶妃，常在九人，答应九人。这些后妃一共为他生育了三十五个儿子和二十个女儿。这套后妃制度便利了皇帝对后宫有效的管理，也便于区分皇子的出身。毕竟大家都是一个爹，各自身份的高低只能通过母亲地位的高低来体现了。 也就是所谓的“子衣母贵”。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九位皇子生母的最终封号。达哥胤志的生母叶赫那拉氏，最终的封号就是惠妃。二阿哥印仁的生母赫舍里氏，最终的封号为孝成仁皇后。三阿哥印祉的生母马佳氏，最终的封号为荣妃。四阿哥印禛的生母乌雅氏，最终的封号为孝恭仁皇后。八阿哥印赐的生母魏氏的最终封号为梁妃。 九阿哥胤堂的生母郭洛罗,罗氏，最终的封号为仪妃；十阿哥胤额的生母钮钴禄氏，最终的封号为温僖贵妃；十三阿哥胤祥的生母张家氏，最终的封号为敬敏皇贵妃；十四阿哥胤 t 与四阿哥胤禛是同母兄弟，生母为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其中，惠妃、容妃、仪妃与德妃是康熙时期的四大妃，排序依次为惠怡德容。从九位皇子生母最终的封号来看。 他们身份高低的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二阿哥胤仁、四阿哥胤禛、十四阿哥胤禵、十三阿哥胤祥、十阿哥胤额、大阿哥胤之、九阿哥胤唐、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祀。但是按照这个原则来排序显然是不合理的。既然是出身，应该是他们出生时母亲的地位，而不是最终被封的地位。毕竟这些人里面有好几个是去世后追封的。所以，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各自出生时身份地位的高低。 达哥印支生母叶赫那拉氏入宫之初被封为庶妃，康熙十一年生下印支，康熙十六年晋升为惠嫔，二十年晋升为惠妃，位列康熙四大妃之首。此后她再也没有进封，所以印支出生时，他母亲仅是个庶妃。惠妃出身并不高贵，她的父亲索尔和仅是一个从七品的司库，因此惠妃入宫后的名分并不高，为格格，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答应。 不过，惠妃随后得到康熙的宠爱，并生下两个皇子，得以荣居四妃之首。其实，胤禛并不是康熙第一个儿子。在胤禛出生之前，康熙已有四个儿子，分别是成瑞、成护、成庆、塞因查浑。成瑞和胤禛的同母哥哥成庆，在前两年就夭折了。成祜是中宫皇后赫舍里氏所生，但也在胤禛出生前二十天病逝。到胤禛出生时，康熙只有塞因查浑一个儿子。 不幸的是，也只活了两岁，因此胤禛变成了康熙的长子。或许是前几个儿子的夭折，深深地刺激了少年康熙。从胤禛开始，康熙改变了给儿子取名的规则，给胤禛起了个独特的名字——宝清。不过，就在胤禛出生两年后，中宫皇后赫舍里氏再次分娩，生下皇子，取名为宝成。这位便是被康熙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禛。二阿哥胤禛的生母赫舍里氏是康熙帝的正宫皇后。 是大清朝第三位从大清门抬进来的皇后，两人于康熙四年大婚，康熙十三年生下胤禛。不过一个时辰之后，赫舍里氏就去世了。康熙帝追封她为仁孝皇后，所以胤仍是妥妥的嫡子。赫舍里皇后，满洲正黄旗人，首辅索尼的嫡孙女，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噶布拉，叔叔是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出生在如此显赫的家庭，赫舍里氏无论嫁到哪里，都冠绝后花园。 康熙早年为了制衡鳌拜，赫舍里氏家族自然成为孝庄拉拢的对象。康熙和赫舍里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从两立两废的太子胤仍便可见一二。三阿哥胤祉的生母马佳氏，在康熙十六年三月生下胤祉，当年八月晋升为荣嫔，康熙二十年晋封为荣妃，位列四大妃第四位，此后再无晋封。所以，胤祉出生时，他的母亲也是个淑妃。 马佳氏出身于满洲正黄旗，父亲盖山是清朝的员外郎，因此他的家世并不显赫。他十岁的时候就入宫，在十五岁的时候被十三岁的康熙帝纳入了后宫。十年之间，为康熙帝生下六个孩子，可见两人感情很好。四阿哥胤禛的生母乌雅氏在生下胤禛时仅是宫女的身份，地位更低。康熙十八年晋升为德嫔，二十年晋封为德妃，位列四大妃第三位。 此后，在康熙朝没再晋升。雍正继位后，升为皇太后。八阿哥胤祀的生母卫氏是包衣出身，生下胤祀的时候也是底下的包衣身份。直到胤祀八岁时，康熙二十八年才晋升为嫔。康熙三十九年晋升为良妃，此后再没有晋升，所以胤祀的地位更低，也间接影响了胤祀在夺嫡之争中的胜算。九阿哥胤堂的生母郭络罗氏在康熙十六年被封为一品。 康熙二十年封为怡妃，两年后生下胤堂，所以胤堂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经是四妃之中位列第二的怡妃。十阿哥胤额的生母钮钴禄氏在康熙二十年被册封为贵妃，两年后生下胤额，所以胤额出生时，母亲已经是贵妃。在九子夺嫡中，除了老二胤禛的生母赫舍里氏是皇后以外，只有老十的母亲钮祜禄氏是贵妃。 老二和老十母亲家族的实力可以说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钮祜禄氏是康熙朝初年另一位辅政大臣鄂毕龙的女儿。尽管从个人地位而言，索尼也许是高于鄂毕龙的，但从家族实力上而言，钮祜禄氏家族是反过来要高于赫舍里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钮祜禄氏家族非常雄厚，鄂毕龙的父亲，也就是老十的太老爷，叫鄂一都，他是真正的满洲第一代巴图鲁。 同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一起兵的，在当年就位列议政五大臣之一。他不仅在战场上勇猛，在家里也是一样，一共生了十七个儿子。而鄂必龙排行第十六，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子们大多勇猛善战。总而言之，鄂一都这一大家子人，全都是清朝初建时期的开国元勋。他们家族里的人所担任的官职，包括议政大臣、领事卫内大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 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等等，不计其数。所以说，老实出身在一个富贵人家。爱新觉罗皇族和钮祜禄氏家族在清朝初年是联姻最频繁的一对组合了。鄂必龙还有个女儿是康熙皇帝的第二任皇后。十三阿哥胤祥的生母张家氏也是包衣出身，在康熙朝没有封号，仅是庶妃，去世后被追封为敏妃，还被雍正给康熙合葬在一起了。 十四阿哥胤题的生母乌雅氏，在康熙二十年被封为德妃，位列四大妃第三位。胤禛出生于康熙二十七年，所以这时胤禛的出身算是比他四哥胤禛要好得多。从九位皇子各自出生时母亲的身份地位来看，他们身份的高低由高到低排序如下：二阿哥胤仍，母亲为皇后；十阿哥胤额，母亲为贵妃；九阿哥胤堂，母亲是为宜妃；十四阿哥胤题，母亲是为德妃；大阿哥胤禛。 母亲十位淑妃，三阿哥胤祉母亲十位淑妃，四阿哥胤禛母亲十位宫女，十三阿哥胤祥母亲十位宫女，八阿哥胤祀母亲十位新者库见婢。这个排名仍然是胤禛地位最高，胤祀地位最低。大学士认为这种排名是比较合理的。除了按照生母地位排名以外，还有一种排名是按照养母的身份排名。因为清朝有规定，生母的后宫位分在嫔位以下。 皇子刚出生或者幼年时，生母薨逝或犯错，会受到剥夺抚养权的处罚。这三种情况下，需交由地位更高的妃嫔或皇后来抚养。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养母们的地位。大哥胤禛出生时，母亲仅,仅是个没有封号的庶妃，加上康熙前几个儿子早夭，所以胤禛在内务府大臣嘎里家养着。后来叶和，叶赫那拉氏被册封为惠嫔后。 胤祉才回到宫中，被亲生母亲抚养，也算是生母养大的。二阿哥胤禛的生母在他出生后就去世了，为感念赫舍里氏，康熙帝亲自抚养胤禛。三阿哥胤祉被送到内大臣初尔基家里抚养，母亲晋封为荣妃后才回到宫中。四阿哥胤禛出生时，母亲仅是个宫女，胤禛便交由当时的贵妃佟佳氏抚养，也就是后来的孝义仁皇后。八阿哥胤祀出生时，母亲地位更低。 便交由惠妃和贵妃佟佳氏抚养，不过佟佳氏抚养的时间极短，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惠妃抚养，所以在夺嫡初期，老八和老大是一对的。九阿哥胤堂一直由母亲宜妃抚养长大，十阿哥胤额十岁以前跟着母亲生长，十岁那一年母亲去世，他交由宜妃抚养，所以老九和老十两个人感情非常深厚。十三阿哥胤祥出生时母亲地位低，所以交由德妃抚养。 这也是他与雍正帝关系比较好的原因。十四阿哥胤题出生时，母亲就已经被封为德妃，所以他跟着母亲长大。母亲更偏爱十四阿哥更多的原因，也是他与四哥胤禛关系不好的一个原因之一。通过上述所述，九位阿哥地位的高低排序为印：胤禛、胤禛、胤额、胤枝、胤祀、胤堂、胤提、胤祥、胤祉。综上来看，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比较。 九位皇子的地位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唯一相同的是，地位最高的是二阿哥胤禛，谁让他的母亲一开始就是皇后呢？顺便，我们再来看看康熙的四位皇后分别是谁。一六六一年，入主中原不久的大清王朝根基未稳，百废待兴。作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在位十八年后撒手人寰，将一个摇摆的江山交给了年仅八岁的康熙帝玄烨。 康熙继位后，顺治的母亲孝庄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做最后的决策者。但是，顺治仍然在遗诏中安排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和鳌拜为四大辅政大臣。为了避免诸王争储的乱局，顺治在给儿子选择的辅政大臣里没有皇家亲王。四大辅臣中坚臣，奸臣鳌拜以军功封公爵的满洲第一勇士，势力不断做大，成了康熙祖孙最大的政敌。 苏克萨哈当年靠铲除多尔衮成了正白旗旗主，受到鳌拜打压，成了十足的挺地派。大臣鄂毕龙的家族钮祜禄氏是满洲八大姓氏之一，康熙继位后又给他特进一等功，加太师，实力自然不能小觑。可鄂毕龙却两不相帮，做了个骑墙派。不过为了巴结鳌拜，他还是让自己的大女儿拜鳌拜为干爹。小臣索尼则是一只老狐狸。 坐在首辅的位置上作壁上观，老谋深算的孝庄太后打起来政治联姻的牌。此时，索尼的孙女、鳌拜的女儿、鄂毕龙的女儿上代子闺中。为了巩固康熙与四大辅臣之间的关系，孝庄再次出手，让康熙与四大辅臣进行了联姻。康熙十三岁那年，他让鳌拜的女儿嫁给了苏克萨哈的儿子，又通过联姻，康熙成了索尼的孙女婿和鄂毕龙的女婿。 鄂必隆的女儿又是鳌拜的干女儿，最后孝庄让康熙册立索尼孙女，作弊上官的索尼便举全家之力助康熙剪除鳌拜及其余党。但不久，康熙六年六月，索尼谢世；七月，苏克萨哈齐请守护福临陵寝，鳌拜借此机会罗织二十四大罪状，杀了苏克萨哈，为其擅权专政扫清了道路。鳌拜越做越大，却不料康熙八年。 亲政的康熙采取果断措施，铲除了鳌拜及其集团，而索尼的两个儿子先后成为领侍卫内大臣，官居一品，直接掌管皇帝的保卫工作。索尼的三子索额图还继承了大学士、辅政大臣的位置。同样是皇亲国戚的鄂必龙，因与鳌拜走得近，被康亲王杰束以十二款罪名弹劾，虽被削去太师之职，夺世爵，下狱论死，但最终。 康熙念其为顾命大臣，且是勋臣之子，命仍以公爵素为内廷。之后，鄂必隆病重，康熙还亲临府邸慰问，毕竟他也是康熙的岳父之一。让鄂必隆生前绝对想不到的是，在他死后四年，他的大女儿钮祜禄·东珠被康熙立为皇后，是为孝昭仁皇后，也就是十阿哥胤额的姨妈。第三任皇后是孝义仁皇后佟佳氏。 孝义仁皇后是满洲镶黄旗人，同图赖的孙女，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佟国维之女，清世祖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因此也是康熙帝的嫡亲表妹。雍正帝出生就由佟家室抚养，所以说雍正管佟国维叫舅舅。康熙帝的第四位皇后是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是满洲正黄旗人，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康熙帝的妃嫔，雍正帝的生母。 他在康熙帝的后宫中经历了从宫女到皇后的转变。他在康熙帝的妃子中地位并不显赫，但他的儿子雍正帝登基后，他被追封为皇后。康熙皇帝除了四位皇后，后宫嫔妃众多，所以他子嗣也非常的多。